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史莱姆啊。咁咧，今日咧，适逢3.1添，讲嘢好唔正。3.1咧出咗新嘅 version 啦，咁好多嘢更新啦，咁真系目不暇给。咁我哋咧喺度研究紧好多新嘢嘅时候，咁就点可以离不开抽卡啦，系咪？咁咧不如介绍下我啲队友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讲嘢你哋。Hi。呢个阿子啊。冇啦，我先系。嗱，呢个真红 B B， 大家记住。喂，中国联通欢迎，系啊，好烦啊，弹出嚟。有真红啦，有阿子啦，仲有阿 Jo 喺度。阿 Jo 咧，系睇紧嘢。阿 Jo 好忙啊，佢大忙人嚟噶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咧就会进行魔法石嘅20抽。咁首先咧嚟个友情10抽，数一数球先。好正啊！友情终于出10抽啦，好感动。我有70000+个友情点啊，黐线。不过都唔够阿 K 多，阿 K 就10几万，阿 K 就10万。好啦，咁我首先试10张友情抽先，好有趣，我觉得嗰个 animation 做得。我一拉出嚟之后咧，就复10几张响飞出嚟，有一张银卡喎。好啦，银卡系地精嚟嘅，多谢晒。10张都系废嘅，好啦，咁我啲衰气已经洗走晒啊！我而家要进行魔法石嘅抽卡，魔法石有冇10抽啊？直接嚟，冇咯喎！第一张嚟啦！好紧张我自己，我校翻大声啲个音乐先，增加个紧张嘅气氛。哇！话俾大家听，我第一张嘅系白金咯。真係太犀利啦！係咪老啊？白金巨像。唔好巨像啊！千祈唔好巨像。哇！抽卡唔同咗喎、啊。我頂！仲衰咗巨像啊！狂龍啊！好嬲啊！佢抽卡個 event 改咗，唔係抽卡嗰、那個animation 改咗喎、啊，華麗咗喎、啊。好啦，第二抽。啲聲我冇聽。第二抽都是白金喎、哦，唔係講笑喎、哦。巨像。白金，唔可以巨像啊！巨像我唔抽噶啦。啊！木耳界龍啊，好難受啊！成件事。勁啊！收龍紙翻嚟啦。我兩張白金卡就浪費咗喺兩隻咁嘅 gap 仔度。做咩龍噏啊？今日做咩抽幾多龍？哇！第三張都是白金喎、哦，我係咪開咗外掛喂？唔好出巨像，千祈唔好。暗巨像。最快出嗰啲都出齊曬嘅。嗱，防龍啦，二界龍啦，巨像真係龍啊，龍噏啊今日，但又唔見我抽到龍屎啊！唉，我而家好激動啊！頭三張白金都係 GG， 頭三張白金都係 GG。好嘅，第四張都是白金，點解會咁嘅？我係咪改咗啲嘢啊？我自己係咪開咗啲外掛？第四張白金，喂，出咗隻肥仔喎、哦，光埃喎、哦，光埃啊，唔係月獸，光埃啊，光埃，唔係月獸，唔係嗰隻肥仔，另一隻肥仔。光埃我冇嘅，本身咁都 OK 啦嚇，但我已經連著4張白金咯喎，唔係講笑。係第五張係金啦，正常翻啦，正常翻。哇！木乃啊，正啊，冇 feel 完全。再嚟第6張，點解有電波騷擾住？哇！銀卡啦，我啲運氣咪用曬啦已經。係啊，就係頭先嗰啲白金啊！頂，我咪應該停止唔再抽落去。我望一望我背包先。抽友情先。洗一洗啲運氣先。好，就抽友情，洗一洗走啲運氣先。好嚟，啲衰運要洗走佢。沒有新卡喎，蘇花都。哇，好衰喎！嗰10抽友情。好多靈魂石喎，17有情，有5粒靈魂石喎，17有情。
係五粒第一階嘅靈魂石。唔係喎，你洗走咗十張防龍啊！O K O K， 十張防龍非常好啊！咁咧，頭先我進行咗幾多抽咧？六抽，依家第七啦。唉，我 feel 到今日都係 GG 居多。點解咁心急咧？點解唔勸住我你哋？等二 round 先抽嘛。喂，等先啊，屎。咩啊？阿屎阿屎。咩啊？你有冇刮光奶？哎呀，冇刮光奶啊！我抽咗四星元武啊！頂刮萬魔唔得唔得。嗱，你而家就實出刮光奶。大家我講講俾大家聽，有個咧江湖傳聞咧就係刮光奶咧係能夠抽到好啲嘅卡嘅，係多數都係白金嘅。但我得只四星啫喎，得唔得啊？四星唔得，要滿等滿記啊！要滿等滿記啊！我哋咁唔得啦，咁掛咩啊？我諗到啦，我掛只巨象。嗱，我掛只水巨象，咁應該唔會抽到巨象啦，斜開佢啲嘢。喂，再入中喎咁耐嘅，好啦，而家再嚟啦，撈得好慢。反彈啲地巨象彈走佢，揾翻啲巨象翻嚟。喂呀，撈得咁慢噶，唔通我斷？係咪出現咗個温馨小提示啊？再入中啊！有隻龍喺度轉下轉下，無法連接伺服器。哎呀，系統眾多，唔係系統信息啊，用戶眾多啊。哎呀，我拍緊片嘅大佬，有冇搞啲咁嘅嘢啊？啊，你傾下偈先啦，不如。好啊！抽獎嘅時候，頭先曾紅咧抽咗一抽喎，為表佢支持三點零嘅更新，你抽咗啲乜嘢？我抽咗呢個最中意嘅四星暗奶，非常之靚。O K 喎，開心死！你好啦，好開心。我而家望住佢喺度，真係好開心。嚇！喺度左青龍緊係咪？笑得幾奸人睇。跟住。阿祖有冇抽啊？阿祖，哎，我唔記得咗呢啲名品。我未更新，未更新都可以抽噶。哎呀，好慘啊！你啲名品，哎，我可憐。冇朋友。阿子，你快啲抽啦，養曬石人。我都五粒就諗抽落去啊，唔係啩？喂，你唔係好嘢一抽就白金噶啦。你試一下先啦，你轉咗只光奶，你掛只光奶先。哎呀，得啦得啦，我繼續抽啦，繼續抽啦。係啊係啊。第幾啊？第七、第八抽。嗱，我掛住個巨象嚟抽，應該會唔錯，我 feel 到。嗱，如果證明咧，掛住巨象嚟抽係能夠抽到白金咧，咁咪犀利啦！哇，金卡啊，正！我想問新嗰啲卡係咪冇金卡？哇！又係光防龍啊！頂你個肺！我應該刮光防龍出嚟。哎，我撳咗入去啦。好啦，第九抽嚟銀卡啊，正！哇！黑狗啊，邊個話冇黑狗啊？大把黑狗啊！嗱，我發覺咗咧，掛水巨象係唔 work 嘅，我已經驗證咗啦。我而家要掛呢個光防龍。光防龙是什么？挂只五星的光防龙先。嗱，挂只五星的光防龙咧，而家就唔同讲法，应该得啦。第十抽啦，我怀疑咧，我啲白金嘅运气已经用晒咯。应该系啊，唉，金卡啊！頂！俾耳街龍我做乜嘢啊？重開 game 啊！哎呀，十抽啦，十抽啦，第十一抽，第十一抽，哎，不如唔好抽啦，好弱智啊，我覺得咁樣。你試曬所有江湖傳聞啦。喂，白金開始嚟啦，白金開始嚟啦，翻翻嚟啊，運氣。Oh yes！ 呜呼！十二公啊！天平啊！天平天平，啊好有趣嘅天平。最勁嗰只，一定要抽呢只。天平我已經成功抽到啦！誒，史蘇過嚟喎，史蘇幫我抽一張。咁邊度啊？咁魔法石封印卡。
咁確定。你要加油啊，紫嫂！頭先我張係十二宮啊，呢一張應該都係十二宮啊。你，喂，唔得喎，你銀卡喎。我抽到只閃亮的蛋。開力咧，叫開力過嚟抽。開力過嚟抽。開力到嚟啦！俾隻手嚟，開力。喂，開力啊！你的手指在哪裡？都沒了。開力的手指，找不到。要縮回來。給另一隻手。行了。未得啊。開力的手指，按不到掣，行了。好了，你坐下先。會住坐下，好乖啊，他現在。哇，開力白金啊，好厲害啊，開力。抽到白金卡。發達啦！今次真紅，做咩啊？我抽到五星嘅光奶，我啲怪出嚟，係咪怪出嚟就可以抽到好嘢㗎？你點？開力嬲啊！開力話點解我抽到只係五星嘅光奶？哎呀，好嬲啊！五星的光奶可以幫你換很多張白金，放心。是不是啊？我信你啊，真紅，你 YouTube 都是用光奶，就因為這個原因。好人問你。好，來，再來。我現在是第十四抽了，so far只有一張新卡而已，一隻龍屎都沒有，吃屎而已。哎，金啊。哎，火狗啊。我已經沒 feel 了，抽到啊！第十五啊，銀卡啦！唉，好唔掂啊！蛇女啊！用友情抽洗啊！OK， 又嚟友情。你有冇換光奶啊？我換咗光奶啦，光奶不吸力啊！唉，你未升咩？太不吸力啦！洗一洗啲先，十抽友情，哇！抽咗个纸出嚟喎，喂！我十抽友情出咗张防龙啊！我感觉到我本身如果抽白金嘅话系防龙，我抽一只剑闸小丑啊，阿紫啊，好啦，跟住而家系第十，你谂几多咧？十五、十六，第十六抽，最后五张啦。大聲抽埋佢啦！唉 ，CQ 彈啊，都唔方抽到好嘢。唉，金卡，奶計。唉，水奶。我覺得呢段片最值得睇嘅頭三抽，頭三抽都好精彩。哎呀，金卡啊！阿紫啊，點解會咁噶？阿紫。又是光防龍啊，又是光防龍，我又嚟揾我啦。爹哋同阿哥一齊做咩啊？喂，我上唔到網。我上唔到網喎，而家。等一陣啊，大家。我而家上唔到網。我未試過拍亞秋篇拍咁鬼耐嘅，真係。好多阻滯。哎，等一陣啊！喂，我行開一陣先，我呢度收個 WiFi 收得唔好，我出去出邊抽埋嗰幾張。喂，由於我嘅房間嘅 WiFi 收得唔係咁好啦，決定出嚟聽呢度抽噶，順手咧喺個轉一轉雲。好啦，我仲係再入中嘅，但係呢段二十抽卡咧，比原本係耗時噶，真係十分之對不起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繼續抽埋剩低嗰幾張。得翻幾張啫，唉呀咁卡啊！我下次唔會喺會唔會活動抽卡噶啦，都唔知邊個怂恿我抽，食屎嘅。好啦，跟住再嚟，仲有最後兩抽啦，最後兩抽，冇啦。嚟啦！喂，你老唔來呀？係咪因為太多人咧？
佢已經正常翻嘅咯喎，應該都係太多人。喂，大家如果唉，好煩啊！快啲啦，趕時間啊！紙數，你一齊抽啊！紙數。我而家做最後兩抽，誒，你拉出嚟啦！而家。你真係俾我抽啊？呢度決定咗噶啦，純粹拉出嚟嘅啫。決定咗噶啦。係啊。唉，金卡，我冇 feel 抽到。全部都是金卡，我想回上次跟你抽卡都是不是那么好的经历，所以我决定不找你，我找可力最后一抽了，拉屎一抽了，可力麻烦你帮帮手，最后了，麻烦你，你真的很合作，非常好啊，你是黄金左手，刚刚踩完黄金的右左手，可力乖，一会请你吃东西，一会带你出街，带你出街玩，但都未看什么卡，我怎知道啊，来来来，可力拉埋张卡出来先，唔该晒你咯，可力。哇，可力有白金啊，可力今日好吸力啊，果然系神犬拉西啊。Yes， 哇，金牛公啊，我唔要金牛公啊，我有啦，我有啦，好似，好似我冇喎，不过我唔想要呢只啊。唉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总结下赛果先啦。抽了進行20抽的卡啦，有好多白金啦，啊，但全部白金都是廢的，是的，比較有用的呢就是，這個的水瓶啦，啊，不是，我天平，天平啦，還有，金牛啦，但是金牛可惜我又覺得沒什麼用啦，20抽裡面有一張是新卡，我感受到是非常之憤怒的，大家如果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呢，麻煩你不要抽住啦，等活動才好抽，如果不然你就好像我一樣落得如此的下場。好啦，大家各位加油打12宮的下篇，再見啦各位，拜拜。